再嚟多一题 Remind 新嘅题目，咁如果你想试做嘅话咧，自己暂停。咁都系啦，你见到咧好多旧嘢相加啦，然之后有几多项咧，其实 depends on 你个 n 系几多，可能系 n 项，可能系 2n 项，咁咧种种迹象咧都系话俾你听系一个 Remind 新嚟嘅。记住你个目标系将佢变翻做一个 definite integral，即系 a into b f x dx，因为你变翻 integral 去计数咧就会方便好多。呢三样嘢系你需要揾嘅。另外，你应该会知道咧，每一嚿嘢应该系一个长方形嘅面积，因为 Riemann sum 系讲紧长方形面积相加。咁当然啦，系阜乘高，咁但系累埋晒一齐。咁我哋点做咧？我哋要做一啲 factorize。譬如我呢一嚿可以写做一 over 开方 n square 乘以一呢一嚿。我可以将呢一个括弧抽个 n 出嚟俾佢，变成一 over 开方 n square 乘以一加一 over n。呢个类似，又系俾个 n 出嚟，就系 n square 一加二 over n 开方分之一。去到最后都一样，n square 就二减翻一 over n 嘅开方。分之一，你会留意到咧，而家全部嘅分母都有个开方 n square 出嚟嘅。咁你化完简当然系 n 啦，因为开方同个 square 抵消，你可以搬佢出嚟。亦即系话，我哋可以写做一 over n 乘以一 over 开方一，再加翻一 over 开方一加一 over n，再加翻一 over。开方一加二 over n，如此类推，高高高高高，去到最后咧就会系二减一 over n 嘅。咁当然啦，你前面全部都系一加乜乜一加乜乜，你呢一度都希望咧可以跟翻对应嘅。咁我哋跟对应写，将个二咧拆做一加一，一再加翻一减一 over n。好啦，靓仔晒啦。咁即系话你个宽度每一个 subintervals。应该都系一 over n 咁阔，而里面咧每一嚿咧都系长方形嘅高度，你会望到咧呢一个位置系不断变样嘅，咁所以我哋好易认嘅其实分 function，我头先讲过噶嘛，其实你将嗰个不断变样嘅位置变翻做 x 就系噶啦，咁即系话 f(x) 应该系一 over 开方一加 x，得唔得？然之后咧，我话个 a 咧，你可以当系零咁样睇先。咁啊，终点喺边咧？终点其实系代一减 n 分之一嘅，咁即系应该终点系一啦。我当住系一，然之后应该减咗 n 份，因为你每一个部分咧系一 over n 咁阔，咁所以零至一应该系减 n 份嘅。咁我哋试一试验证下系咪真系 match 翻所有资讯先。零至一减 n 份，第一份就零一 over n，第二份就一 over n 去到二 over n，跟住就二 over n 去到三 over n 啦，如此类推，最尾就会系一减一 over n 去到一。你会发觉咧，今次啲代表咧唔系攞右手边 n point，全部都系攞左手边嘅。望唔望到？你第一个长方形咧系加零啊嘛。第二个咧系代 n 分一，第三个系代 n 分二，最尾咧系一减 n 分一。咁所以今次系攞咗个 left n point 咧做个代表，left n point。咁如果你咁样望翻咧，其实所有嘢都 match 噶啦。咁你就知道应该系零 in 到一，跟住放翻呢一条式入去。咁我哋计埋佢啦，零 in 到一，一 over。开方一阶时，dx，咁你应该会计到两个开方一阶时嘅，跟住零一，放翻入去，两者相减就会系二开方二再减翻二，搞掂，就系咁啫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想再讲多少少嘅。我头先咪一直都话咧，你可以攞 a 系零开始，然之后再调整翻个 b 嘅。
咁我今次話俾你聽，其實未必，我哋試下改一改個樣。咁你等我咧，將呢一嚿嘢 copy 先，我唔想抄多次。如果我哋今次咧嗰個 A 咧攞做一，然之後 B 咧我當係二，因為你二減 n 分之一啊嘛。另外個 function 都唔同咗嘅，我當咧你唔係就係個一 over n 二 over n 係咁代，你係乘夠一加 n 分一代，一加 n 分二代，如此類推。個 f(x) 係一 over 開方 x，其實都 work 嘅。嗱，你可以 check 下。我每一份系 n 分之一咁阔，亦即系话一跟住就一加 n 分一，跟住就一加 n 分一去到一加 n 分二，跟住就一加 n 分二去到一加 n 分三，如此类推，去到最尾就二减一 over n 二，都系咧用翻个 left hand point 咧做个代表。第一嚿咧你会代一入去啦。做高度，跟住就一加 n 分一，第三嚿就呢、这、一个，最尾就呢、这、一个。咁所以你发觉其实所有嘢都冇问题，咁个 integral 咧就会写做一 n 到二，一 over 开方 x dx。你个答案咧都会记得翻系二开方二减二嘅，亦即系话其实唔止得一个答案，视乎你写法。視乎你寫法，你亦都可以想象咧，呢兩個 integral 咧其實係可以互變嘅，好簡單嘅啫。你只要將一加 s 咧做 u，咁你做少少運算咧就會變得翻去出嚟。咁呢個係觀點與角度。如果你唔想麻煩嘅話咧，下下都用 a 係零開始冇問題。咁原來 a 係一開始咧都得嘅。咁我俾多個觀點你去參考下。咁啊放心，我哋仲有一題例子，我哋呢一題講到呢度先。